太美了，台中。辣味虾蟹，甜甜辣辣的，螃蟹，然后有虾子，然后它的酱就是有点辣辣，有点甜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耶、yeah, ，还是如此的 clean。Yeah。训练前来个能量饮吧。吃完早餐之后，跑的是 Lisa 的健美室上肢课表，总共五个超级组。上肢做完暖身之后，第一个来到上学的哑铃胸推，大概做个10到12下。直接不休息，来到第二个动作，哑铃侧飞鸟。大概也是做10到12下之后，换哑铃的单边侧飞鸟，一手做个8到10下。这是超级组一的最后一个动作，第二个超级组从上斜的哑铃胸飞鸟开始。第二个动作是哑铃的前举，再来做哑铃的单边前举，一手8到10下，结束这个回合。第三个超级组，我们先从哑铃的坐姿肩推，一手大约是拿8公斤的重量，推个8到10下之后，来到第二个动作，哑铃的单手肩划船，左右各10到15下。接着我们做背部的超级组，宽握的滑轮下拉，大约10到12下之后，第二个动作来到勾环的单手下拉，刺激到阔背肌群，一边10到12下。最后一个超级组也是针对到我们的背部肌群，坐姿的单手划船，左右各10到12下之后，换站姿的窄握划船，动作间不休息，做个10到15下。去吃饭。
吃饭。来了，来了，我们来了。它是属于口感比较软嫩的，你上次六小孩口感比较有嚼。哇，炸牛排定食，耶！有人很开心，耶、我的第二个蛋在这里，它很可爱。哦呦，哦呦，宝贝！哎，宝贝，你太大了。哈哈，吃肉配啤酒，耶耶！好，这个实在太巨大了，感觉很爽，不知道怎么开始吃，我需要有筷子兄的帮忙。嗯，觉得它肉质蛮好的，那糟肉的味道超好。就是它不会太油腻，有些骚动非常的腻，还有一颗蛋藏在里面。我是蛋人，所以这个蛋我很开心。两种肉，一种酱煎牛小排，然后一个是高温自烧的牛五花。好喜欢半熟蛋跟肉的。歌曲欧一句，配菜有胡麻秋葵，然后这个是阿布沙拉，然后可以加酱。就是要也是要有一点微半熟，然后他说这个三十两面，然后这边是二十。Lisa 烤给我。嗯，里面超嫩的，完全被惊艳到。我以为酱牛排里面会太硬。有一个秘密武器，疯狂的添加，煮的具有辣度吧。特别的带劲，海苔，海包肉。泡菜是比较台式的那种，有点甜甜的泡菜。因为台中的口味好像有点偏甜，吃什么都要加它吧。快吃完了，我以为它的饭会很多，但是其实它的饭就是还好。它的提拉米苏好像很有名，它好可爱哦。哦，入口即化，对，但我要配下面的蛋糕体，我刚刚只有吃到奶油。嗯，那个乳香感很浓郁，酒香其实没有到很重。哦，好好吃哦，超级幸福，我的天啊。刚走路到一半，发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麦氏家的芋头盒子吗？对，我超想吃的，我以为他在彰化，然后没想到我们正前方就有一间。他走路都没在看路，我在看 Google Map， 然后他在看食物。哎、你小心一点啦！有人比我还兴奋。Oh my god！ 就是这个。香哦，它是比较台式面包那一种，但这种面包我也好喜欢吃，就是这个，感觉好好吃哦，我的天哪！芋泥盒子盖，小店的概念。
慕斯。哇，流口水，好厉害的感觉。它那个焦糖味很重，甜甜咸咸的，入口即化，哇，优雅的吃，好少看到 Lisa 吃甜点哦，哇，抹茶松露，因为我是抹茶控，也是松露控，闻起来那个抹茶味蛮重的，变苦甜苦甜，像冰淇淋。我觉得吃到现在这一块，我也知道，超好吃的，超满足。像连吃那种肯德基的蛋挞，我也都比较敢，因为我很少吃。是啊，但我很喜欢吃蛋挞，热量就是要留给那种高质感蛋挞。我们现在在晴美这边，然后我们要去吃一个超厉害的车轮饼，因为我们俩都是车轮饼控。然后这个车轮饼馅真的很夸张的，七公分的料。那我期待很久了，现在已经在想我要吃什么口味，还是我两个都吃，芋头跟奶油都好想吃哦。我们住台中的 Carton， 你们特别帮我们留的，对啊，太感谢了。上面那一层是什么粉？那个是肉桂粉哦。特别帮我们留的肉桂卷，哎，好胖哦！它这个比一般的还要大颗，哎，美式超香的。朋友要一起分享罪恶。我喜欢一层一层吃。其实我没有什么肉桂卷的评比能力，因为我很少吃肉桂卷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。我是感觉它上面那个粉是比一般的店还要多，它没有到很重度肉桂，我觉得它的甜度是很 OK 的。我觉得怕肉桂的人应该也会敢吃，可以直接用手，因为我是野蛮人。里面其实蛮松软，前一层吃跟一个人前面吃感觉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的感觉，但都蛮好吃的。但一层一层吃比较那种脆感，比较优雅，比较优雅。你要假装很优雅，还是你本来就很优雅？确实，确实优雅吃法。
要像 Lisa 这样。嗯，我是野蛮是优雅。这怎么野蛮后面还有加优雅？我蛮喜欢沾他那个粉。惊为天人的好吃。有人已经阵亡了，我还可以。那个唐扬鸡很好。开箱。哇塞，超扯的，因为会黏。She likes chocolate covered strawberries and wine. She likes notes that say I love you all the time. Roses at your feet. 超级绵密耶，太扯了，乳香味太赞了。而且不会甜，真的不会太甜。芋头感觉是它是真的是手工熬煮的那种芋泥，我觉得配那个蛋糕体入口即化。哦，好好吃哦，真的。咬得到那个芋头块。但大部分都是那种 creamy 的那种芋泥，你跟鲜奶油大概占70%，然后蛋糕体在30%。玉控觉得幸福。嘿，超香的。啊，美酒，日本来的美酒，国产梅。我觉得这个要一口，就是你小小口吃不适合，它可以你做那么大，就是要让你大口吃。Oh my god！现在脸跟身体都超肿，但是运动完的感觉很好。